选战倒数47日，各参选人催票频频。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许明才今天成立客家后援会，巩固客家票源。许明才指出，新竹市的客家乡亲占了三成以上，被认为是眷村之外最团结的铁票部队，也被认为是选情胜负指标。如今他在没有资源澳元下，不少乡亲自发前来助阵打气，为他选情升温，凝聚客家乡亲感情，呈现热情团结的一面。许明才表示，今天来的党内大佬，如前市长、国民党前副主席林正泽、客家事务协会理事长邱从荣、客家文化协会会长李永珍、前国代理荣盛等客籍大佬都从头力挺到会称结束。外界直至国民党分裂一说自然不攻而破。国民党大佬透露，选战以来常被拿来当话题的前市长林正泽，昨天才现身另一参选人谢文进的眷村造势大会，今天也没忘记要来替许明才加油打气，总算让蓝营人士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。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，林正泽替任何人站台确实是人情难却，宁愿选择体谅他。许明才说，林正泽今天不但现身，以俏皮的口气说，我们都是国民党，是同班同学，大家全力支持同班同学。立法委员吴志阳看到客家乡亲在场，全场客家话发音，除了和乡亲拉感情，还表示是他代表父亲吴伯雄来致意，并希望全体客家乡亲要支持和客家亲同样老实的许明才。虽然老实人常被欺负，但天公会疼好人。吴志阳说，他和许明才同时担任桃园县和新竹市的首长，两人常有联络，也曾讨论桃园县和新竹市如何合作的问题。这个过程中，他发现许市长的客家政策和市政规划都十分良善，很有构想。今天的成立大会，由客大佬之一的杨正光担任总会长，出席的大佬等除了分别代表赠送各种吉祥物，也都呼吁要发挥客家的应景精神，团结一致，全力支持许明才。许明才表示，虽然有受到谢文进到国民党铁票拉票而影响一些情绪，并受到客家大佬们不断安慰，他仍然挺起身子，以笑脸迎人，并不时打拱作揖，感到大家的到来。许明才表示，看到客家乡亲的热情与支持，有关昨天眷村的事，原本不愿多说什么。他强调，关心的地方人事太多，他除了表示感谢，还反过来安慰说，这是人生常态。尤其是大家生活在新竹市这块地方，可以说是鸡犬相闻，一定有跨越蓝绿的感情存在，彼此关心或捧场都是人情之常。许明才又四，今天成立客家后援会。记者郭轩文摄影分享。